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主播，好久没有来 Costco 了，今天来 Costco 转一转，因为快到年底了嘛，我们来看看 Costco 有什么东西要买。现在呢，我在电器的这个位置看看，电视里边啊，国产的电视，一个 TCL， 一个海信，在加拿大还是有很多市场的。我们看看，这个就是海信，看。他卖689.99块，然后呢，三年的一个保护计划呢是59.99块，这个是65寸的，就说是700块钱，760、800，加上税可能是800左右，就是4000块钱吧。65寸的一个液晶电视，这是三星的。这也是海信的，这是索尼的，索尼的就相对要贵很多了，65寸的是海信的价格的几乎是一倍，1489。这边呢都是电子的产品的区域，不知道有没有 GoPro， 看看是不是新出了。GoPro 9 399.99块，哎呦好便宜，5K 的。哦，它是一个相机，两块电池，一张 64G 的卡，一个传输线，一个包。在 Costco 买电子产品，尤其是像这样的东西，它没有现货，你呢买完之后结账，结账之后它从库房给你拿现货。对，宾主播的这 GoPro 8现在正在使用的呢，就是在这儿买的，是429.99块的时候买的。现在 GoPro 9都已经是399了啊，真便宜。这么快就退完了？哎，你看这 GoPro 9它399.99块，哎，原来多少钱？500多600。哦，买了一个 GoPro 9，过两天就可以用 GoPro 9拍了。这一大袋面包18个，5.49块，好大呀，从来没吃过这种。看看这个南瓜派有多大，比我手还大。6.99块。边点有多重？哇，这么重，差不多有1公斤还得多。买了3大块三文鱼，应该是没有任何刺了，剔好了的，25.38块。这个是1.1公斤，就是2.2斤。这三条这是什么鱼呢？ Bream 不知道什么鱼，待会给大家查一查。25.6块，这个是1公斤，是22块钱。哦，他买的这个虾，这个是21块钱的虾，1公斤是17。啊，这是龙虾尾，4条龙虾尾呢是50.31块，1公斤呢是84。这个肯定特别好吃。这是帝王蟹的钳子，2根大钳子，中间还小的。这是93.86块，它是1公斤是100加币，就是1公斤是500多人民币吧，很值啊，这里边全是肉。
这儿都是牛肉，18.99块。这三个区域呢，就是澳大利亚的羊产品，这个是羊腿。这个呢是羊小羊的肋骨的肋排，啊，这个是腰排，大家看看，这是一大是27块钱，对，差不多是有2斤左右。这个呢是1公斤是38.99块，这一袋呢不到1公斤是22。这个羊腿呢是1公斤是17.99块。你看见那个七块鱼吗？我觉得这挺好。37.38块，这就是2公斤多一点。这个是1公斤的全脂奶粉，大家看看价格，17.49块。这加拿大出的，本地出的。和人民币80多块钱，90块钱，应该成人奶粉。这里有叫金燕窝吧，这是速炖的燕窝盏，10克，2个，每一个是5克，这个价格呢是47.99块。这个冬天买这个燕窝，去补一下这个肺还挺好。来一个吧，金主播就是吃这个吧，这个叫叶黄素吧，因为这眼睛它会逐年的会退化，补充这叶黄素的话，可以减少眼底的病变吧，或者是抑制飞蚊症啊，或者是什么，都会有一些好处的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，就感觉还不错。它是多少钱呢？是19.99块。19.99块，这个是蓝莓的提取素吧，你看这也是保护你的眼睛。这个呢是120片，它这个是胶囊的，120片，1天1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共有8款手机都已经 sold out 了，就是卖完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很多机型都没有了，因为年底嘛，它各个电信厂家都在做活动。但是呢，我们比较幸运的是买了一个 iPhone 13的256G。但是他现在没有货，只能从温哥华岛上给我们调货，大概一周左右才能调过来，而且是一周的工作时间，如果加上休息的话，差不多就是10天。对，今天在 Costco 换购了一个手机吧，也月供吧，相当于。然后呢，其实，在 Costco 买手机最大的好处，它就是给一些礼品卡。价格呢跟外边比呢差不多，也没有贵多少，但是礼品卡呢我们可以换购一些东西，还是非常值的。